到了，我要把这个滤镜调完了之后我再说话。好，这是我调完以后的。Hello，大家好。我觉得很诡异，我的脸就是怎么这么瘦？等我把这些都变成零，这样还是很诡异。是吧？我受不了了，你知道大王能把这个美颜关掉吗？快乐，对的，这是我今天的裙子。我们今天拍照了嘛，然后其中有一套私服是我们自己准备的私服，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准备的私服，不过也没拍几张照片，就是随便拍了拍。对的，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干什么了？对的，你们说的没有错。好多好漂亮的小吊带，对呀，我是吊带达人，请大家记得这件事情。我自己说的，我什么时候说我怎么不记得？对的，我的富贵戒指，我等一下直播完了之后，我就马上把我脸上的妆给卸掉，卸掉。我昨天说了吗？你们不要给我洗脑了，我都不记得我昨天到底说没说过。我昨天说过我要干嘛？啊，真的假的？啊，不会是我透露我要干嘛？要拍照啊！对，我只说了要拍照，我没说我要拍什么照呀。啊，我只说了，我没说拍摄内容，我没说，我拍旅行日记，对，但是我没说旅行日记要干什么呀？没说，你不要套我话了，这。啊，不可能！我没说，肯定是你们自己去了解的消息，我就变成那个八婆第一人了。我很讨厌这样的，很害怕这样的。你们这些可恨之人，对的，我没说具体内容，吓死我了。今天也是，就是拍摄现场，他有个狗，然后呢，他明明是哈士奇，然后我那天我早上刚醒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在那里摸狗，我说这个狗好可爱啊，是哈士奇，对不对？怎么怎么？他们说不对，是金毛。我说啊，我就看向段奕璇，然后段奕璇说对，它是金毛，就他们所有人都跟我说是金毛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愣住了，他们说金毛有另外一个品种，就长这样。我看了它半天，它明明就是哈士奇的脸。然后我就问他们，我说我是不是在做梦？我睡没睡醒？你们疯了吧？这个世界不太一样。然后他们就笑，谢谢毛恒波波送我的权杖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真的，我觉得大家跟我不一样的时候，我甚至就是在怀疑自己，这是很可怕的一个行为。对的，我的口红已经分了很多层了，就这样吧，放弃了，有一点过于无语。对，有晒黑吗？我觉得我晒黑了，大家看一下。有没有晒黑？我觉得我是晒黑的，挺黑的。我现在我感觉，因为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太阳底下暴晒，对，跑来跑去，非常毒辣，非常毒辣。我现在皮肤都辣辣的，而且我这张嘴巴一圈过敏，就是因为太阳晒的。
看不出来，今天还是挺累的。今天和狗狗相处如何？这些狗狗相处的还挺开心的，跟他们拍照还是挺好看的。但他们那儿的狗好胖哦，有一个超胖的柴犬，真的有胖到我哎，就是怎么会有柴犬这么胖？对，胖成猪，真的蛮胖的。然后阿瑞的狗狗特别可爱，对的，看到它就像看到我们家貂蝉一样，特别有亲切感。你们懂吗？那种感觉。我喜欢呀，我喜欢柴犬，但是他们今天那个柴犬特别凶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凶。和貂蝉一个品种，对，但是我们家貂蝉它就是米奇尔，但是我后来才知道米奇尔是就是捡的，我都不知道原来是这么残忍的事情。我以为它天生就长这样，我像一个傻子。谢谢谢谢，阿妙妙阿送我的夜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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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。订个娃娃亲，主要是太远。我们今天有说到这个事情的，因为他们家那个叫什么来着，emo 还是什么，很 emo 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家叫貂蝉，貂蝉，哦，Nemo，哦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说成 emo 了，对的，对的，可能只是口头随便定了一下吧。但他们家狗狗应该是要绝育的，我觉得。很 emo，对，我今天一直听到 em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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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这个狗越看越 emo，是。哎呦。你们真的不觉得美颜以后这个脸好怪吗？我有点觉得很奇怪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谢谢是 NONO 呀，教数学的体育老送你的，体育老师叫体育老师的，就少一个字变成了体育老，瞬间那个感觉就不太一样了。体育老，对的。对吧？你们不觉得吗？能不能把体育老师那个打完？谢谢在毒圈里的 AC Eric 送我的夜蝶，谢谢 Eric，谢谢 Eric。还有就是握手会的时候，你制作的那些周边也非常精美啊，就是那个防蚊贴，感觉发都发不完，可以给就是说几千个人防蚊这个样子。对，已经到了这种非常多的地。本来还正常被你的时候劝兄弟，哎，我今天真的那个觉得我的手那个手火辣辣的，很难受呀。对的，我觉得我晒伤了，就是很辣很痛。我现在头发有点像一个流浪汉，说实话都已经塌掉了。它是这样的，已经变成了这种蘑菇的形状。好的呢，而且我今天看到哈士奇，我就看眼睛很吓人。结果我跟他照相，我发现我的美瞳跟他一模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眼睛还会动呢，能不能不要再给我打眼？你看我这个眼美瞳，谢谢铁铁公举送我的夜蝶，谢谢谢谢谢谢铁铁公举，对，真的这个就是哈士奇同款美瞳，大家真的很哈士奇。可以晒后修复一下，我也觉得我要抹一点那种芦荟胶在身上才行。我大概播到9点钟差不多了，然后我就关了。我马上卸妆，我即刻卸妆。大家，我皮肤好像要抹了辣椒油一样，那种辣辣的感觉，非常让人受不了。真的，哦，整个大无语。好好敷面膜，我真的得好好敷面膜了。我觉得我这样就真的不太行。嘴唇很干，对，就是因为它涂了很多个颜色嘛，所以它给它那种感觉就是干是不干，但是就是摸起来不干，但是看起来干吧，因为它就卡了很多层，因为各种颜色上去了。对。好的，我会涂的。
哦，查了好啊，这样拍照会不会很丑？但是我今天拍商选的时候，我又急着走，已经不顾好不好看了。我真的很累，太累了。谢谢粉子捏送我的夜蝶，谢谢谢谢谢谢，累的。啊，我真的是一个非常体力劣质的人。发现库存交出来，我今天已经发了一个，今天的库存也挺好看的，对的。下播轮龙宝宝滚去睡觉，我也觉得龙宝宝好好休息。给你们表演一下我的按摩技术，谢谢耳东某位送我的夜蝶，谢谢耳东，谢谢。今天也太漂亮了，我觉得我今天很丑，你们觉得？我不是，我觉得我今天在直播间特别丑。你们觉得好看就行，觉得很怪异，就是眼睛很大，嘴巴很红。谢谢热衷未眠饭桶送我的夜蝶，谢谢。哎呀，不要当别人的饭桶了，你自己要为自己寻觅一个春天好吗？答应我，热衷。今天巨好看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大家，如果大家都是这么觉得的话，可能就是吧。可能大家挺喜欢我的哈士奇美瞳的，它有言不由衷。哇，大家都不是很孤单呢。自从加入了喜欢我的行列之后，这个群体就变得那个不带形单影只了。不好意思，用不好成语，又喜欢用成语。不再形单影只了起来，对吧？我这个啊，形只影单，真的假的？我又说错了，怎么这样呢？是形只影单还是形单影只？形单影只，哎，就是你有误导到我，谢谢吕香兰儿送我的夜蝶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形单影只好吗？气死了，差点又被那个误导了。要截图吗？好的，今天可以录我的小耳朵。谢谢阿慧昏昏送我的夜蝶，谢谢阿慧昏昏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还有你们今天看我粘的假睫毛，是不是非常假？我有被自己的假睫毛假到。继续截几张。为什么？你们谁说我的滤镜很搞笑？所以刚刚都是在安慰我，是吗？真的适合吊带，是的。那冬天我也是要穿吊带的。对的，因为我喜欢吊带，对。玩笑呢。对的，但是冬天室内很温暖的，大家，我可以跟北极一起穿吊带。不对，说不定北极都要穿羽绒服了，我却还在穿吊带。这样吧，我穿保暖内衣，外面再套一个吊带，怎么样？很美好吧？想想就是潮流穿搭呢。什么呀？这个是复式穿搭法，叠层穿搭，非常潮流。大家别不信了，尊重冬天。哦，我真的好讨厌冬天要穿很多衣服的感觉，我会觉得自己身上好重，
而且冬天贼容易长胖。我觉得自己每天要穿很多，而且我也不会，我叠穿其实挺不太会的，就是不太会那种叠起来穿的感觉，就会觉得需要想更多。对，澳洲快夏天了，快来穿吊带，多穿点。好的呢，看到你们在唱 rap。快来快！今天口红很红，显得人好精神。不是，我真的觉得是滤镜的问题。我涂的跟平常也就差不多吧，为什么就是显得妆感很重的样子？怎么啊？所以大家知道，因为我们今天拍摄内容了是吗？反正不是我透露的，再次确认，知道了。不是你，啊，既然大家透露了，那我也就透露一下啊，真的很开心啊，结束，对，是，我会手板相助，不会啊，这是什么手板相助？这样子，对的，今天透露了5个字，真的很开心，有一点太晒了。再来5个字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一开始的时候就5个字了，有点怕，完全那种。一开始的时候有点怕，然后，驾轻就熟之后很开心，哦，超了，哎，没关系嘛，就随便透露一下，是的。这叫那种，对啊，我没说是干什么呀，大家，你问我对今天的拍摄恐惧吗？我觉得我是不恐惧的，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好的一次经验，对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，涂防晒。就喷了一层浅浅的防晒，还是就是大概4点钟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没涂啊，还是2点了，快3点的时候发现自己没涂，赶紧涂了一下。看着你小心的样子，好好笑。对啊，确实人是应该小心的。哦，今天很搞笑的就是大家一起拍摄的时候发的工资，就是一起很有意思，就听到大家说啊，手机来，手机给我。手机给我拿！我想说，这发生什么意思？好玩的事情，大家要一起记录嘛。原来是发工资了，就是联盟要看一下，对的。心情如何？确实，对的。很快乐吧？哦，我就不透露了。毕竟我每一天都是快乐的。谁最多？你不是废话吗？你在问什么呢？自己去看一下那个排，那个总选举，好吧？真的是明知故问，是吧？你说这种人啊，是的，没事儿，我只管好我自己。你这2天真的好看。我觉得这个滤镜越看越好看，但是你刚刚看我刚点进来的样子，真的会就有被我丑到。好呢，不丑，好的，9点了，那我差不多吧，我要赶紧卸妆，我脸要烂了，大家，我再不卸，我真的觉得，我的脸真不行了。猪猪的感觉，好，赶紧修护皮肤，赶紧摘了我这个哈士奇美瞳，我真的不行了，拜拜拜拜，早点休息，everybody，啊，我这样看起来好像一个傻子。
拜拜。大家记得看我发的微博哟。是的，记得看，我发了很多照片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好，库存源源不断，确实，今天大概又拍了200张的程度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拜拜。哎呀呀，呀呀！